直观的演示一下360度舵机的控制方法。现在我手里拿的是一个360度的舵机，通过手机为舵机发送角度，当前的角度为90度，所以舵机处于停止状态。当角度小于90度的时候，舵机开始顺时针旋转，并且随着角度的减小，舵机的旋转速度会不断加快。当角度大于90度的时候，舵机开始逆时针旋转，随着角度的增加，舵机旋转的速度也会不断加快。好，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下控制原理以及示例程序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。